空小人今天没事吧你？既然停机打来我。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，跟你喊这首麦。开心。卡不起呀，换个人聊天吧。这小编拒绝我的男人了，我去。今天拒绝我，旁边不上。你妈妈爱上我了，有没有？妈妈爱上我了，有木？叽啦啦啦啦，叽啦啦啦，叽啦啦啦啦，妈遇到爱我掉人气了。爱上我的黑心，所以必须今天必须得卡个黄，不卡也得卡，卡也得卡，不卡的话你走不出这个门口，我让你开车进来，跪着爬着出去。是连麦，我比较害羞，比较内向，我就是只能就是在自己家躲着玩，不能出去外面，特别害羞，特别特别的，就是不敢跟人家交流，不敢跟人家玩耍，还要特别单纯，打小数点干嘛？你不信我说的吗？不相信我也没办法的，就是太内向的，出去的话。很腼腆，你信？你信不信我找人打你？你
挺新的是吗？就空城最好了。嗯，我特别腼腆。他们来吃了。请来让喽。谁说我腼腆？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们村的人都说我腼腆呀、啊，特别特别的害羞。哪个村的？干啥呀？不告诉你。我们那里叫石门村，石门村，他们骗你。美女，可以亲一下吗？我妈说，就是男人亲容易怀孕，不好吧？怀孕了还要堕胎，堕胎了，以后很难生孩子。花美人，不是吗？我妈是这么说的呀，说女孩子千万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爱惜自己，然后这个你懂的，所以不能跟男的亲亲。你出钱打他呀，大哥打了之后以后生不了怎么办？大汉么么哒，女人宝宝么么哒。你妈妈骗你的，那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可以跟你们接吻，然后呢？我妈说的是对的，你们接完吻之后呢，亲完之后你们肯定要动手动脚的，然后后面就会发生一些就是未成年都不能看的画面，然后就然后这样就容易怀孕啦。对呀、啊、然后就很惨的。原来你们都懂啊，那一群老变态。咋你们都懂呢？就没有个纯洁点的在这直播间。来唱一首萌萌哒。没有萌萌哒。咦、嗯？这个。当当当当。今晚里萌萌哒，猫咪在屋顶打了一个哈欠，萌萌哒。我穿着粉色裙子，感觉自己萌萌哒。又吃了两个甜筒，感觉巨人萌萌哒。他们在那屋的车辆滴滴滴滴萌萌哒。突然下雨的清凉，淅淅沥沥萌萌哒。撑起一把小火伞，感觉自己萌萌哒。我有种萌。